你心里把里边蛋被敲碎了，谁家敲鸡蛋那么敲？那用寸劲儿，暗劲儿。暗劲儿。寸劲儿啥呀？寸劲儿是啥呀？知道吧？我那是500一锤，你这10块钱一锤呗，就是。进你嘴了，这么不干净。师傅，你的手速，刚才那手速咋练出来的？谁认识你师娘的时候练的？鸵鸟蛋。能把你送走。给你吧，那个鸵鸟蛋太贵了。香不香？来，哦，真香啊！真香，再来一口。我能不能带回家给我妈吃？你带回去给你妈吃，我妈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鸵鸟蛋。不，你端着走。